由金门县文化局主办，金门县盆艺学会承办的第八届第一次2023金风盆艺展，12月4日起至12月9日，每日上午8点至下午5点，一连五天在吴江书院展出，欢迎乡亲一起来领略一场大自然带来的心灵飨宴。啊，恁这爱割啊，真厉害！我怎割？我怎割？迄山菜吼，然后山看到这个好的，就到底切起来，食再来培养。哦。啊，一个培养计一二十年开始。啊，你二十年哦，十年哦。哎，这嘛少啦。这你少二十年以上的才成品。这款的，啊，你要讲耐心啊。讲耐心。金门盆艺学会指出，这次展出除了较为大家熟知的七里香、九重葛、榆树、黑松、罗汉松、虎斑榕外，还有红记仙盆植多年的热门果树树葡萄，以及地区极负盛名的石头玩家董群省提供的奇珍异石，展出内容丰富精彩可期。资深盆艺玩家也是该学会新任理事长苏火木表示，每一盆可上展示台的盆栽都有创作者独特的心路历程，每一棵树都是创作者历经时间淬炼，透过不断的错误和学习才能换来展示台上的一席之地。